让你笑到肚子疼的奥特曼段子。喜欢的扣贝利亚是头猪。一，贝利亚给赛罗道歉，喜欢的点个爱心。赛罗，我爸爸是来道歉的。好，来跟我道歉，光速狼给猪拜年吧。赛罗，别这么小气嘛，昨天团灭你的警备队，还把你打得屁滚尿流，我保证下次打轻一点，爱你哦，么么哒。太恶心了，你这个家伙。风马挨打的真正原因，喜欢的扣666。动感光波，感觉心跳加速。哦，本大爷的屁股。三，你同意迪迦加入光之国吗？同意的扣迪迦真帅。对不起，你加入光之国的申请没有被批准，很多人投了反对票。能告诉我具体有哪些人吗？这个让我有点为难啊。为什么不让我加入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究竟是谁在跟我作对？四，新成立的神秘四奥，喜欢的扣333。老黑，神秘四奥是哪四奥？地震狂魔小盖子，断脚狂魔小笛子，分尸狂魔小光子。胡说八道，那最后一个是谁？最后一个还用我说吗？啊，当然是你这个抢风头的超级狂魔小兔子。小兔子。五，赛罗又来自恋了，喜欢赛罗的扣赛兔子。你肯定是喜欢我对不对？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如果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要长成我喜欢的样子？想看更多好玩的奥特曼段子，关注雪露抢先看。